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生活点滴的点，请问有没有人有看过点的？有看过点的请举手。哦，好，有几个有看过点？那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点？哎，看一下哦，这个黑黑的话呢，它是紫黑色的，这个点的晶体，其实它本身是固体。好，那有一点亮亮的，会发光的，如果光线有照到它的话，它是金属还是非金属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来说，非金属，给他加一分好不好 ？OK， 那个旁边的小礼物麻烦可以发了。那个它是非金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点的旁边是石头旁，不是金字旁，所以它是属于非金属。好，那在那个元素里面呢，会有这么漂亮的颜色的多不多？其实是不多的哦，所以它还蛮可爱的，我还蛮喜欢它的。好，再来，你们看到另外一张图的话，它有紫色的那个烟雾状的东西哦。好，它是由固体直接变成气体。气体，哎呦，这么厉害嘞！这个现象叫做什么现象？来，手放下来，喊三的时候再举手。三，来这个叫做升华现象。OK， 好，哎，真的很厉害，我不知道你们懂这么多哎。升华是直接由固体变成了气体。好，那。再来，什么地方有点呢？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点，海里面最多。好，来你说。保健室。保健室。非常好，保健室有点啊，可是那个都是一小罐一小罐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海水里面的点有多少？每年大概有400万吨的点进入到大气里面，所以这个量是。非常非常大的，我们来想一想，40万吨的，不要说碘好了，我们40万吨的水到底有多少？这个教室长多少？长好算20公尺好了啦，宽5公尺，高4公尺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叫做400立方公尺，400立方公尺的话呢，装满水400吨，那40万吨的话呢，要几间教室呢？40万间。400、4000、40万、40万，我们呢要有1000间这个教室的水才是40万吨，1000间教室哦。所以呢，你说那么多的点到了大气里面去，那海里面的点是不是越来越少了？对，其实并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它雨水下来的时候，又会把这些点融在水里面，跑回。海里面去的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碘它会有一个循环的一个现象。那我们生活中要不要碘？我们生活中需要碘，为什么需要碘呢？好，我们呢含碘的食物呢，哦，这些通通有啦。哎，这个其实我跟它不太熟，虽然我每天都会吃。哎，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山药。山药这个嘞？芹菜。芹菜。啊，那另外一边呢？菠菜。这个是菠菜吗？还是 A 菜，芥蓝菜，菠菜。OK， 好，我可以确定它就是青菜。对，你说对了。OK， 好，那对，这个是海带，你很内行，非常好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来，含碘高的食物的话呢，海带啊、紫菜啊，这是属于蔬菜类的。那个鲜鱼类的话呢，干贝啊、海参啊、海蜇啊、龙虾，哦，龙虾还不错。可是很贵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大概只能吃的就是海带跟海菜这两个东西，海带跟紫菜这两个东西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吃碘呢？来看一下这个呢，我不知道让你看是男生还是女生 ，OK， 好，这个人的有什么特别的现象？他的脖子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缺碘的话，你就会变成大脖子。那他唱歌的话，会不会共鸣比较好听呢？不知道，可是就是不好看。OK， 好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叫做先天的呆小症。你看哦，这个人有几岁？这个人18岁，身高只有117公分。请问一下，现在身高已经超过117的，请举手。这么多啊？你几年级？啊？3年级的话，应该是10岁嘛。10岁就117了，你几年级？2年级。几年级？手放下来，那你几年级？
一年级，人家一年级才八岁就117了呢。好，手放下来。那他已经18岁了，所以呢，碘的话其实跟什么有关？跟生长发育是有关的，跟代谢是有关的。所以平常要吃什么东西？注意哦，要发问哦。请问平常要吃什么东西补充碘？来，那个角落橘色衣服的。海苔非常好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来，你说，海带，还有呢？说，海菜，说，啊，山药，还有呢？海产，海产，啊，你把全部都讲完了。你说，干贝非常好，家里常吃干贝吗？家里常吃干贝吗？我不常吃哦。OK， 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跟爸爸妈妈说，我要补充碘。请你买干贝给我吃，然后也可以龙虾，我也不排斥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青菜，你已经把所有的菜通通讲完了。还有什么？海参，海参属于海产类的，所以呢，两个答案，一个叫做青菜，一个叫做海产，全部的答案都讲完了，很抱歉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可是有些人呢，真的吃不到海那个什么海产呢，怎么办？住在山上啊，那要怎么办？海盐，哎，海盐也是海边才有嘞，海产跟海盐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你在山上怎么办？好，政府呢，为了要避免呢，那个住民脖子变大，为了避免那个先天呆小症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盐里面加碘，所以一边吃盐。我们就可以补充碘。那你看那盐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嘞。那个碘是什么颜色的？紫色的嘞。那为什么那个盐不是紫色的呢？因为它把杂质去掉了。OK， 好，这个是我们补充的碘，是它的离子的状态，所以它不是原来紫色的颜色。OK， 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？好，我们如果说哦，受伤的时候会擦一些。优点主要的目的要做什么？说，把脏的东西去掉。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你说，消毒的功能，因为碘本身有毒性，所以呢它具有消毒的功能。可是呢，碘有两种，一个叫优点，一个叫碘酒。请问一下，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什么优点跟缺点？不一样啊。优点的话是用来涂的啦，缺点的话会大脖子啦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你说，请问一下这位同学，你有试过吗？你没有试过，你讲这个答案，我们要打一个问号。换你说，碘酒里面有酒精的成分，这一次给他加三分。你几年级？四年级哦，四年级能够答出这样一个答案，其实不容易，因为其实很多的家庭主妇其实也不知道，所以呢，碘酒里面是有酒精的成分，啊，优点有没有呢？它没有，所以呢，碘酒它的刺激性会比较强一点，然后优点呢，它是比较缓和的。OK， 好，可是呢，我们如果受伤的话，来调查一下，如果你受伤，你会擦优点的，请举手。手放下来，你不擦优点的请举手。我擦其他东西。那你擦什么东西？我想要认识你那个东东。啊，你知道的通通可以讲出来。双氧水。哦，双氧水啊，你跟他很熟吗？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的东东？拆的。药膏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哎，还有刚才不擦优点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还什么东西？哦，你擦生理食盐水是不是？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没有擦别的东西的？哎，刚才不是有人举手吗？哎，那个怎样？来，哪一个？啊，换你说来。你是擦药膏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那其实呢，消毒的方法有很多种选择，我们可以擦优点，可以擦药膏，可以用双氧水，可以用生理食盐水，还可以用盐。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勇敢哎！有一首歌叫做《别在伤口上撒盐》，原因就是在伤口上撒盐会非常嗨，你就坐不住，知道吗？
回家如果想睡觉，你可以做这件事情。OK， 好，不建议的，好不好？不建议。所以呢，在伤口如果说用优点去消毒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后遗症啊。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后遗症？那你说，好的皮肤会有颜色，是不是？完全正确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那优点的话呢，它是褐色的。如果说涂在皮肤上面，你就会有褐色的皮肤。那如果有一种人不用有这个困扰了，哪一种人？黑人。很清楚哎、欸，所以黑人还是有好处的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尤其是晚上他玩躲猫猫的时候，只要他不笑，没有人知道他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可是他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。好，这个是脸的部分。好，还有呢，来看一下这三个脸呢，有点片啊，还有一根一根的，还有点的药膏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他那个点的药膏是不是？好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产品？谁知道？不知道答案就猜嘛。来，你说。方便怎样？方便携带，非常好。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来，你说。都是用优点的。对，都是用优点来消毒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种呢？创新是不是？哎，创新对。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来，你说。哦，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方式，是不是非常好？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来，你说。不同的有不同的用途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你说。严重的程度不一样，使用的不一样，非常好。你说。就是这个药效也不一样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有一个重点啊。重点在哪里？它要赚取你口袋里面的口口，知道吗？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点的部分呢，先介绍到这边。课程的重点在哪里？你知道点了以后，你知道优点。知道它的功能，生活中除了用来消毒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功能？那现在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们会用加水的方法，可以加点的方法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一个，哎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手机放下。等一下这一个的话呢，叫做是，哎，这叫广用试纸。广用试纸的话呢，它的颜色是绿色的，它的颜色是绿色的。OK， 好。他知道彩虹什么颜色吗？来，一起讲一遍彩虹的颜色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绿的话在中间，代表它是中性的。那如果红、橙、黄，代表它是酸性的；蓝、靛、紫代表它是碱性的。所以等一下的话呢，我们会拿这个东西丢在三个杯子里面，先把它撕成三分之一，丢到三个杯子里面去做检测。OK， 好。那我们首先的话呢，要先来做的就是麻烦我们现在的实验的方法哦，就是一个绿色的垫子，就做一组实验。OK， 好，每个桌子的话呢，会有两包，每个桌子会有两包，那就是左边一包，右边一包。现在麻烦呢，哎，因为哦人有一点多，所以麻烦你们就轮流操作，好不好？就轮流操作。现在先把呢三个杯子拿出来。放在桌子上面，所以拿出来用来。好，按照 ABC 来排列。OK， 好，麻烦一下哦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麻烦再来呢，把粉末拿出来，把粉末拿出来。好，先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眼睛看过来，我就会告诉你下一个步骤了。眼睛最早转过来的那一组加三分。哇哇哇哇！我讲完之后全部都转过来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全部加三分。OK， 好。因为太同时了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要在这三杯里面来。这三杯里面，这个是 A 杯加 A 粉 ，B 杯加 B 粉 ，C 杯加 C 粉。然后呢，各装五匙。什么叫五匙？注意看哦，五平匙，这样子叫做，
这样子叫做平直，注意看哦，这样子叫做平直。我要告诉各位的，你要是没有弄平直，你一定会后悔的啦。我说会后悔，绝对会后悔。再说一次，眉飞砖五平直，有没有问题？ A 放在 A， B 放在 B， C 放在 C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开始操作。啊，不过呢，你先把事情做好为原则，好，先把事情做好为原则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能够实验呢，除了精准之外，还能够速度能够再加快一点。好，很棒哦。咖啡池已经弄好了，麻烦你就拿出来，然后呢，夹链袋子把它封起来，里面有一张卫生纸，把那个咖啡池把它擦干净。OK， 好，实验要有好习惯啊，实验要有好习惯，因为如果呢，我们用搅拌的一些酸跟碱啊放在桌子上面，哦，不小心就碰到，其实是不好的，哦，其实是不好的。好，如果已经全部好了，你就举手来。好，这边也好了，你们那个好的就不要再举了。这边都好了吗？好，这边加两分。这边也都好了，好，这边两分来。这边都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两分。好 ，OK， 好，都好了，好，各加两分，手放下来。为什么比较慢？我们还是要给他加两分呢？因为其实能够完成，准确的完成，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能力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给它肯定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注意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来加水。哪一组没有水的举手一下。都有水啊、哦。好，加水加多少？眼睛让我看到来。哎，不不不，你们自己的水，你们自己的水。来，让我看到全部的眼睛，你们是不是有格子，对不对？一格一格的，加到五格的地方，不要多也不要少。那要怎么样加五格？先让我看一下，先看我这边一下。你在倒的时候，注意看，你在倒的时候，眼睛的高度要跟它一样高，眼睛的高度要跟它一样高。你这样子看的五格，跟这样子看的五格是不一样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哈、哦。在做科学的时候，那个动作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好，那要去观察一下。那这个滴管可以去调整。我到。你有没有水了？没有水的这边有水。外面。来这边装水。旁边有一桶水。没有水的话呢，这边有一桶水可以装哦。够用。那他加下去的话，想的多亮。来这边有水可以装。好，我这边有油性笔啊，有没有人需要的？有没有？真的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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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丢我去。不要丢我去。快到的时候就在。好，已经用好了，加三分来。不要换。啊，空单的。哎，你们应该，你们到底是爱空单的。阿公辛苦了。来哦，这边的速度最快的，这边加三分。好的吗？哇，来快点。非常好，你们呢？好了之后开始观察，开始观察。你们可以用三支咖啡匙去做搅拌的动作，来去搅拌一下哦。对，去搅拌一下，均匀一下。还有哪边好的有没有？好，如果你没好的，好，非常好。三杯可能要放在一起去做比较哈，会比较清楚。对。那你们可以按照有的按照这个来。我看一下，没有人会后悔。哪里不一样？说。颜色哪里不一样？这个不一样哦，他说有一个是透明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两杯是白白的，还有不一样，我才不相信有那么多不一样。换你说，啊？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判断粘稠度的？可以判断它真的不一样，我相信绝对不一样。给他加分一下，换你。
溶解度不一样加三分来。溶解度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，所以他能够讲出来，我觉得他有某一种程度在那边。你会发现我一直轮着点，对不对？每一组都有加分的机会。来，换你说。味道不一样，请问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三杯的味道跟我讲一下。有一个没有味道，其他两个是什么味道？有一个面包的味道。好 ，OK， 他们觉得那个面粉是面包的味道，太白粉是太白的味道。小苏打粉没味道，你说？给他加两分来。这个同学观察到的是有没有起泡泡？有起泡泡吗？没有。因为你们搅得太小力了啦，还是不是？不是。他搅的时候，因为他融哦，我跟你讲，好，那我看到眼睛来，面粉丢进去的时候，整坨进去，会把空气挤进去。那你在搅的时候，一边它会沉淀，一边沉淀的时候，泡泡那个空气就会跑出来，所以呢，它会有一些气泡跑出来，这个是真的啦，好，这是真的。那能够观察到这个细微的部分，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有多细心了。以后我觉得可能会多愁善感。没有，观察力非常好，会观察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好，那另外的话，麻烦呢，里面有一张绿色的试纸，绿色的试纸折成三等份，然后呢丢进去三杯。因为后面还有实验要做啊。折三等份，哎，现在你叫我折三等份。那实验就丢进去了。三等份，撕掉。三等份，好，变成三等。来观察一下颜色的变化来。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有的人搅一搅之后就沉下去就不见了。对，麻烦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不见了。它浮在上面，我就可以看到颜色了。啊，不用。不要把它弄到沉下去了。好，请问。内行的这个时候就会说蓝色的好不好看的、啊，你猜不到我要问什么，不要先举手了，跟你讲，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人猜对过。请问，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比较好看？好，没有开玩笑。请问，刚才讲的蓝色代表什么性？破梗啊，没办法的。有人公布答案就破梗，我们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很好，破得很好，因为我不想加太多分，因为他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蓝色的就是碱性蓝电子，所以呢，其中有一个是蓝色的哦。那蓝色的那个是什么粉？说，因为他举最快了，小苏打粉给他加两分。好，那另外的两个的话呢，就是面粉跟太白粉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来的话呢。第三个我们要来加的叫做优点，优点的话呢里面还有一包这个东西嘛。好，优点的话请问是哪一罐？有颜色还没颜色？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拿错瓶，因为另外两瓶是别的功能。好，麻烦呢每一杯里面各加两，麻烦那个旁边那个哇塞，好厉害！好，刚才有发一杯透明的，先不要去动它，因为那等一下要用。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来，面粉跟太白粉都会变色耶，而且变色的话呢，它是属于偏蓝色的。OK， 好，这个，好，就拿这一个来看好了。
这个大概加了200滴左右吧。没有，好啦，其实这个要怪我啦。什么叫做两滴呢？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人的认定是不一样的。来看这边，在我的学生里面，有的人的两滴是这样子的。通常这样的学生，他一二年级会很多，两滴就变这样子哦。好，那一般正常的两滴是这样子的啦。不揪不揪，这个是高年级的两滴是这样子。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的，通常是这样子，可是不一定一定这样子，因为也有高年级的两滴是这样子，只是没有那么大滴而已。好，那我们会发现的话呢，哎，淀粉碰到碘的话会变成蓝黑色，可是重点来了，两杯的蓝黑色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们课本都说是蓝黑色的，我要告诉各位的，每一种粉的蓝黑色都不一样。还有呢，我们说指示剂什么酚酞啊、酚酮啊，红色的，我要告诉各位的，红色的都是不一样的红色。这个你从书里面你学得到吗？学不到，学不到，你必须要透过实验的观察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蓝黑色是不一样的蓝黑色的。好，重点来了，这一题5分。内行的人，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讲话啦。那刚才的话呢，有两个东西没办法分辨啦，哪两个？说，面粉跟太白粉加2分，这两个都是会变色，可是你可以从变色分辨它哪一个是太白粉，哪一个是面粉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所以呢，有没有其他方法分辨这一个这两种粉？说，透明度。有可能，还有没有？如果你常看，你是家庭主妇常看，也许可以看得出来。这两种粉怎么分辨？说，用闻的，来过来一下来。也许他是闻得出来的。来，如果闻得出来，我一定给你加200分了。我跟你讲，加到了心里面来。等一下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面粉，这个是面粉，这个是，给他加5分。哎呀，真的很厉害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他真的用闻的闻出来耶。我觉得这以后应该走那个什么路线的、啊，走食品路线的是，品酒师适合。还有嘞，那个什么香水调味师、香水师。我曾经碰过一个学生，因为我那一堂课哈是介绍那个有味道的蔬菜，我准备了什么那个有味道的九层塔、啊、大蒜啊、芥末啊，还有什么一大堆的那有大概14种哦。有一个同学，他从第一个一直闻到最后一个，完全答对，我眼睛整个张到不行，那整个吓呆了。后来那个同学真的就去做香水调水师。我觉得每一个同学借由实验去发现自己的长处，然后往这个长处去发展，我觉得他会过得很轻松，然后又会过得很快乐，然后轻松快乐的同时，你就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工作做好之后的话，钱就来了。我觉得真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是这样，不要去追钱。好，那这个实验的话呢，你要做总结是不是？还有一个方法啊，你说来。那、啊、你来，你来。来摸摸看啦，不是摸我啦，是摸这个东西。太白粉比较细，面粉比较粗，摸摸看。好细，这个太白粉。好好 ，OK 啊。他说的是可以的，可是呢，他刚才没有成功啊，因为他摸到面粉说太白粉。OK， 好。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加，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厨房的实验做，那我结束一下好不好？四节啊，真的，给他加2分。看起来的话，面粉是有一点点偏黄色的，太白粉之所以叫做太白粉，是因为它太白了。
OK， 好，我们厨房的结束完之后再来的话呢，好，我们呢念书人嘛，对不对？文房四宝一定有用到纸过。那纸的种类呢，其实还蛮多的哦。你们认识的生活中有哪些纸？说，认识的有什么纸啊？牛皮纸。哎，其实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它叫牛皮纸？它的皮，它不是它的纸像牛皮一样厚。颜色。颜色呀，哦呦，厉害耶！颜色吧。还有什么纸？说。玻璃纸。玻璃纸，因为很像玻璃，是不是？说。白。白纸。突然想离开那边。还有什么纸？啊，宣纸哦，写书法的宣纸。还有什么纸？你说。还有什么纸？弹簧纸、蜡黄纸、蜡光纸。哦，色纸啊，抱歉没听过。说，还有什么纸？瓦楞纸，这个我常用。说，锡箔纸。你有看过书用锡箔纸印的吗？还有什么纸？宣纸。还有什么纸？忘了，再想一想。后面的再生纸，非常环保，这样的个性就跟我很像。说报纸。我可能没有力量走到那边去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说石头纸。告诉各位，手放下来。卫生纸。然后看到眼镜来。不是没有听过石头纸的请举手。还算少数啊，手放下来。这是台湾之光啊，我们用石头粉末然后做成纸，对，然后呢就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，对，然后呢很多地方慢慢的已经接受我们台湾的石头纸，所以呢要为石头纸鼓励一下啊。台湾之光，哎，好，那纸的种类其实好了，不要买太多，太多。这样子我跟你讲，好，现在呢我知道了，好，现在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吸引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的。我准备的有四种纸，一种是这一种 memo 纸，好，那另外还有这一个，这一个的话呢不是图画纸，我跟你讲它长得超像图画纸的，可是它的价格是图画纸的十倍。这种东西叫做绿纸，哎，一小张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个一块，那一张的话就是十块，我跟你讲真的。然后呢十块可以买多少图画纸呢？哎，非常多耶。然后另外这个叫做，哎呀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那个绿茶包，绿茶包的那个袋子有没有？我给它剪成四分之一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叫做面纸。所以呢我今天准备了四个纸。哎，在那边你有准备卫生纸吗？你有准备面纸跟卫生纸一模一样？有的东西在那里，好，在这吧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来帮我分一下刚才的东西，那个麻烦那个组长帮我收一下，顺便发一下那个这个纸好不好？那同学呢先拿到的时候拿出来去摸一摸，闻一闻，去感觉一下它不一样的地方。还有一个检验小苏打粉的方法，就是加柠檬酸，加了之后它就会有。哦，有啦有啦有啦。好，如果你桌上还有的，你还可以坐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有的收回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好。好，其他的可以看一下这边来，请问。好快哦，爆了，爆了！这边七十个眼睛来，全部的眼睛。好，第五、第六的眼睛，第三、第四的眼睛，第一、第二的眼睛。好，请问刚才四种纸哪里不一样？你说，哪里不一样？
那个指纹起来像什么味？哦，香水味哦，这个嗅觉还不错。你哪里不一样？嗯，摸起来感觉不一样，非常好。还有哪里不一样？说，薄厚薄不一样。哎，观察力很好的，哪里不一样？颜色不一样，还有哪里不一样？说，粗细不一样，还有哎，真的很多不一样。换你说，触感不一样。你说，摸起来就是不一样，真是。欢迎，透明度不一样，说。哦，就是摸起来触感不一样，说。大小不一样，非常好。说。啊？组织，哇塞！请问一下，你能不能跟我一下，它有什么组织有没有？比如说什么新生会啊什么的。什么组织都出来了啊！也许呢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对学生讲的话哦，都不敢一下就否定，你知道吗？也许来天学生的眼睛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就像有一天我在讲鬼故事，那个同学就说：“老师，你旁边有两个。”我就突然说：“哎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页。”所以对学生讲的话，我们要。不要一下就否定掉，我们要先思考一下，持保留态度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什么？说，透光度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除了大小不一样，还有形状不一样。手放下来。可是呢，请问纸是用什么做的？说，用木浆做的，给它加两分，因为它速度太快了，代表它平常训练有素。纸是用木浆做的，爸爸是做纸浆相关行业吗？好，可是树摸起来粗粗的，纸浆的纤维也是粗粗的。那这四种纸呢？有的摸起来是光滑的，有的摸起来是粗粗的，哪里不一样？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把四种纸放在绿色的垫子上面，拿。优点各滴两滴，观察颜色的变化。开始吧，哎，两滴哦，不是那个古巨古巨那个两串哦。请问，优点滴下去之后，变化哪里不一样？哇塞，这样呀，手放下来，所以是我要装光教的眼睛。手放下来，三，那个蓝色那个最快，对你。哪里不一样？吸收度不一样，还有呢？说，扩散的速度不一样，还有，扩散的速度不一样吗 ？OK， 好，还有呢？说，颜色不一样，第几个颜色不一样？你不要跟我说四个颜色不一样 ，A 的颜色不一样哦。好，还有哪里不一样？说，扩散。连扣上的形状都出来了，对，没有错，加分好不好？因为真的不一样嘛。